那派出所也告诉你要到事发的派出所报案。那、啊、你现在不来，啊，你反而说我们拒绝赔偿，我感觉这样是对太辛苦不公平，因为他说砸到后面他是没有录那个影片。啊、他是说他回我们说啊，这样算了，我自认倒霉了，就好，就一句话结束了。那、啊、你现在说要播出说你我们拒绝赔偿，我认为这太辛苦是一大的那个名誉的损伤啊。他说他路途这么远，他说没办法。我说不行，这个你的保险公司也要你报案的经费啊，我们也有办保险，我们也要保险公司的、这个、啊，我们要求你的来那个对话里面就跟你讲说，你到派出所报案，你台北那个派出所告诉你要到事发的派出所报案。啊，你现在不来，啊，你反而说我们拒绝赔偿，我感觉这样是对太辛苦不公平。哦，毕竟我们都很诚意的去，既然发生了，我们是要解决问题。那毕竟太辛苦也是有一个制度，你要赔偿不是我说我们两个事情，我马上拿10000给你，这样是不通人情，没有道理的。因为当时影片是没有录到有些撞他，可是他说他有听到声音，啊，可是你过了2天后才说你的车子被我们的轿砸到，哦，因为。他说砸到后面，他是没有录那个影片，啊，他是说他回我们说啊，这样算了，我自认倒霉了，就好，就一句话结束了。那、啊、你现在说要播出说我们拒绝赔偿，我认为这太辛苦是一大的那个名誉的损伤啊。目前本所未接获妙方或车主前来报案登记，且本所亦主动调阅路口监视器。为无法照到事故发生地点，在此呼吁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，请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与维护双方当事人权利。